日，张孝全为电影杂志担任代言大使，帮杂志拍摄封面，让人非常惊艳。当天一身轻便 T 恤，还是能看出张孝全健身有成。在这次的拍摄中，张孝全挑战了不同面向的自己，有性感的、搞笑的、酷酷的。他坦诚宁愿被摸也不愿与模特靠得很近拍照。曾与金马影帝擦肩而过的张孝全演技依然受到肯定，但这次为杂志拍摄平面照，与模特假动作亲吻让孝全一度拍不下去，最后是导演提议分开拍摄，作品才得以完成。其实在拍的过程自己其实是一直非常不自然，然后自己感觉到，然后最后小叔就觉得说好吧，那不然分开拍好了，因为不然一直拍是没有一张是可以的，就是一直很尴尬。